我们就要问一下二号女嘉宾，您是否愿意出来见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如果愿意，请按灯。哦，就要见二号女嘉宾了，见吗？那您见吗？他没按灯啊。按了呀。见。见不见？见。见哈。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也挺漂亮的，一般。王芳老师你好，大家好，好漂亮啊！谢谢，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是吧？谢谢，这是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哎、你好，哥，我们这美女咋样？啊，行，挺好的。说特别好，特别好吗？完了。完了，我发现这一号大哥呀，您咋是枪茬走呢？没有，我说我夸奖他了，挺漂亮。嗯，也是属于这个需要在情商方面做重大调整。对，这个因为我们这位女嘉宾一出场，观众们觉得我们姐姐漂亮吗？漂亮。哎，你没看见镜头我笑了吗？谢谢。对，那你笑没笑？我就看你怎么表达了。来，先让您在那边休息一下。你平常生活当中好哭吗？我人前不哭，人后哭。嗯，像你跟我走在一起，我会哄你。王芳老师，人真漂亮，谢谢。一看我们这位女士啊，属于特别会表达的人。我感觉他俩应该能有。我感觉没有。离婚多久了呀？14年了。哦，14年了，那现在孩子是您自己带吗？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他们都，结婚了，他有孩子了，女儿也结婚了。都有孩子了，都成家了。嗯，现在我没有什么负担。哦，咱俩都是70后，然后我那还小学4年级呢。我孙女今年5岁了。我的天哪！啊！我就更别想了，做梦我都打不上。将来你给我哄孙女。宋宁啊，咱俩这属于耽误一代人。天哪，这也真的保养得太好了，不说的话谁能想到这是一个奶奶。对呀，谢谢宋老师。就是太看不出来了。现在小孙子您给带吗？他们上幼儿园了，有时候带，有时候就是说他们能忙过来的时候我就不给他们带。嗯，您跟您的前夫是什么时候离婚的呀？2003年8月。当时什么原因分手的呀？我得了一场病。嗯，做一次手术。嗯，家里人呢对我非常的冷漠，非常的冷淡，不理。嗯，不给看。嗯，当时那种心情，就是好像被扔出来的感觉。他就说，手术没做成，人也死了，我们啥也没捞着。卖房卖地也得给他治病，这事他有点自私。所以分开也好。妻子生了病，这一家人怕花钱，怕人财两失，要看合算不合算。那这种情感，我认为他，完全和爱情没有关系了。一个男人如果连这点担当都没有，离婚也就离了。我觉得你重新找一个爱写诗的也挺好。谢谢王文健老师。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经常会说啊，说这个。同甘苦共患难嘛，一到这个患难的时候，如果这样想，我觉得您是不是当时就是有点伤心了呀？我太伤心了，因为做手术的时候家里没人去。你丈夫也没去吗？他去了，他有2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爸他妈他们谁都不去，我姐我哥还有我一个妹妹到做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家里没一个人来看我。他又说我已经成了药罐子嘛，啥活儿不能干了。但是您现在身体特别好。对呀，这个手术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好。我有爬山呀，我有去做运动呀，朋友看到我说看不出我有什么毛病。上天眷顾你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加油。我和王芳曾经主持的一档婚恋节目，有一位大叔和一位大姐相爱了，两个人感情不错的时候，发现这位女士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那位先生把他们全家人召集起来说，我现在恋爱的女朋友，这个我很爱她，她生病了，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全家人开会的结果是，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你没钱，我们大家凑钱；如果钱不够，咱们卖了房子也给他看病。哇！这位女士现在不但是身体好了，照顾着这位男士的老人，全家人就喜欢这位儿媳妇喜欢的呀。你想想，人家这一家人这么对她，她现在身体好了之后，玩命的对这一家人，老天都知道帮他们家的忙。所以遇到这种问题，如果你选择了分开，我觉得分开也对，过日子不就是相夫偕老吗？对吧？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通过提问满意加分，不满意则减分。你心目中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对家庭，对我一定要有责任。这位美女说的对，责任是首当其冲第一选择。我有一个76岁的老母亲，每年冬天可能来我这住一段时间，你对这个怎么看？孝敬老人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孝顺他。谢谢。哇，太好了。哎呀，我上去就做老爷做爷爷也是好事儿，也是坏事，也是坏事。嗯，对，坏事是什么？好事就当现成的，坏事就得带孩子。坏事了，我经过生活没有经过那么多历练，我希望女同志给我一次机会。假如我做的不好的时候，咱俩悄悄的说，不许一吵架，能做到吗？能。好的，谢谢。在石家庄自己生活吗？啊，对，自己租了住房，我有自己的车，很不错的个车。我很自信。现在刚才你都没问我有没有房在哪上，我不在乎。你就在乎也是人，我在乎的是人品。我这人品对你肯定能好。经过这段婚姻以后，其实我自我感觉挺没有安全感的，你怎么样给我一个安全感的生活？我会有担当，我是有责任的人，放心，遇到事了我不会像你刚才你过去的事情已经翻篇了，不会出现这事情的。你要真正找上我，找对了。那就能成，我觉得应该能成。打麻将吗 ？No。No。酗酒吗？不开车的情况下少喝点啤酒，能理解吗？可以。不抽烟对吧？对啊。我希望今天当着这个全国人民的面，你说的做的一样。来，我发誓。哇。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两位请到中间来。太紧张了，蹦蹦蹦蹦。你看人家黑龙江老乡已经牵手了，对，河北老乡是否能牵手呢？有缘河北来相会。两位是否愿意继续了解一下，在我倒数3、2、1之后向后转，请准备。3。应该能。2。应该能成。1。看看这高兴的，这是由六位福珠宝送您的一份礼物。谢谢。好，大家高兴吗？哎呦，这心蹦出来了。蹦出来了。谢谢班方老师，谢谢王导，谢谢宋老师。怎么来的呀？我坐高铁，我们一块走吧。好，再见两位。在一起有个人你说不出的什么，特别特别感动。哎呀，就是虽然一号大哥很紧张，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好多动作我估计他回去看回放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做过和说过这些话，但是不管怎么样结果很好。 对，是的是的，相传不一定是别扭，是紧张。是紧张。是紧张。所以今天特别高兴啊，我们两对朋友都已经成功牵手，我们还有一位特别优秀的来自包头的姐姐，如果您喜欢她赶紧拨打热线电话。谢谢宋宁，谢谢王静老师，谢谢大家。